过上班族为了变美有多拼，早上起来换身衣服，喝着冰美式，去上了一个小时的普拉提课。喝完冰美再运动，脸真的消肿了。换了身衣服就去上班了。这个咖啡是我的续命水，用它来度过我的每一天。没有咖啡，我真的是停不下来。一杯星巴克的钱，你就可以喝20杯有原味的、榛果味的、还有水果味的，还有两个口味的拿铁，都超级好。中午赶紧去食堂吃了个饭，刷了个牙，飞奔到皮肤科做了第6次淡斑，没有做最后的镇定管理，涂了防晒霜就回来上班了。那当然，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。我们人就很短，如果戴太多的话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就是这样子。是。对，我们说话的时候嘴会闭不上。下班后来做了第3次胳膊腿瘦瘦的项目，因为我的新制服根本穿不上去，有点小肿。晚上回来立马涂了精华，写脚本、剪视频，卷得飞起的一天就这么结束了。